你这在干什么呢？我不想再看到他们。你这剧照是招你惹您了？他们勾起了我痛苦的回忆。痛苦的回忆？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妈，你要不跟我说清楚，我就不让你再摘了。放手！我不，我让你放手。我就不。婷婷，妈，妈。如意阿姨。 你们俩这是怎么了？没你什么事。哎，婷婷，你跟你妈怎么了？我妈不是说过了吗？跟你没关系。哎，这娘俩怎么了？ 收拾一下，跟我出去一趟。哪儿啊？龙虎山。龙虎山？去那儿干嘛呀？你是吃河水长大的，管得真宽。你问那么多干什么？不是，我这不是为了加深领会局座的意图吗？好吧，我实话告诉你，去了龙虎山必去天师府。我是真不愿意见那个张天师。 张天师怎么了？局座，您一个上海滩警察局堂堂的大局长，难道还怕他不成？您是不知道啊，他是我师叔。师叔？哦，我明白了。您是怕，要不是被逼到份上，我才不去那个鬼地方。 没看明白呢。不瞒师叔说，我这脑袋都快憋炸了，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。别急，这慢工出细活嘛。我就是怕让小鬼子占了先。我告诉你件事，你可以把它考虑进去。师叔，您说。 当年我听你师父说，索普是可以打开皇陵地宫里的龙头大锁，可单单打开龙头大锁，还是不能拿到藏在皇陵地宫里的宝藏。还不能拿到？对，要拿到皇陵地宫里的宝藏，这即便是进的地宫，还要过化雪池和奈何桥。 两道关卡，可过这两道关卡，还要掌握其中的秘密。哦。
挂上了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一看到这些照片，就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。那是因为我吧？也许吧。什么叫也许啊？就是。好，就是。就什么事啊？ 如燕姨，别跟我套近乎。妈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一边待着去。妈，闭嘴。雷玉锁，我告诉你，我家婷婷早已经许配给别人了。你不要再打她的主意。妈，你把我许配给谁了？你别说话，我不，我就不。再说了，这绝对不是玉锁哥哥打我的主意。 而是我心甘情愿的要嫁给他，你再说一遍，就是1000遍1万遍我也敢这么说。我罗婷婷非雷一锁不嫁。如燕姨，妈，我长这么大，这是您第一次打我。好，你打，我让你打，但只要你不打死我，我还想嫁给雷一锁。别说了，婷婷。 咱们就把他两个给宰了。那个女的可以留一留。留她干什么？我要尝尝鲜儿。对对，咱们好几天没见过腥味了。咱们白天养足精神，晚上你看蓝月孤注一掷。今天他们肯定会互相残杀。别不是你一厢情愿啊！不信可以打赌。打赌？赌什么？由你定。真的？你不反悔？ 咱们俩认识这么长时间了，你多少应该对我有点了解了吧？那好，我赌你。赌我？对，赌你。要是你输了，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的；要是你赢了，我也可以是你的呀。 背着暴力一般沉吧，算了算了，不赌了。为什么？就这么定了？千万别呀！为什么？这个如果让赵桑司令长官知道了，这个我早想好了。我们的结合是日中亲善的产物，是大东亚共荣圈的硕果，是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呦呦呦！ 我去上厕所。哼，我就不相信你会一直躲着我。师叔，今天晚上怎么安排？既然他们没有得手，肯定会卷土重来的，说不定卓兴权这狗东西也会亲自来的。 那太好了，他要是敢来，我就亲手宰了他。这不用你动手，我要代表师族清理门户。何兴权、肖德兴开车走的，他们能去哪儿？据内线报告，他们去了龙虎山天师府。龙虎山天师府，我先去找花如烟。 看看他是否知道这里的奥秘。好吧。师叔，这两本书的“龙虎”是什么意思？这“龙虎”的意思，一是龙虎山，二是龙虎锁，其中还有什么更深的含义？ 看来，这文章就在这"龙虎"二字上。
你请坐。谢谢，我去给你倒水。如阿姨，您先别忙，我来找您有急事。找我有急事？哎，我想起件事来。什么事儿？跟我来。哦。罗兴全去了龙虎山天师府。您知道龙虎山天师府啊？我父亲曾经在那儿待过。哦，那罗兴全去龙虎山天师府能干什么呀？他应该是去偷东西。偷东西？对，罗兴全对龙虎山天师府很熟悉，因为我们的师叔张天师在那儿，他一定是在打锁经的主意。不是锁谱吗？怎么又变成锁经了？很小的时候我就听爸爸说过，锁经和锁谱是既互相关联又相对独立的两本书。这是师祖临终前用手比划着，我凭着记忆把它绘下来。这就是皇陵地宫第二道大门的龙头大锁，第一道门已经被打开。看来这第一道门被打开，师祖早已经预料到了。打开这第二道大门的关键就在于这把龙头大锁了。如烟阿姨，婷婷和玉锁呢？他俩出去了。啊，去哪儿了？玉锁哥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你说吧。你是不是男人？你什么意思？我要你回答我，你到底是不是男人？我是。那我再问你，你爱不爱我？爱。真爱。我可以冲天发誓。好，有你这一句话，我罗直知足了。你可别胡思乱想。我没有胡思乱想，玉锁哥，咱们私奔吧。看得出来，婷婷和玉锁是非常情投意合、互温互爱的一对儿。可别互温互爱了。怎么，您不同意他们？我。西恒姑娘，阿姨拜托你一件事儿，你帮我好好劝劝婷婷，她跟玉锁不合适，真的不合适。到底怎么回事儿啊？你甭管是怎么回事儿了，反正婷婷和玉锁绝对不能成为夫妻，算阿姨求你了。啊，你快回去收拾一下，咱们今晚就走。这。你怎么又犹豫起来了？婷婷，如果是我一个人的话，我可以跟你走。可是赵姨呢？她怎么办？赵姨虽然不是我的生身母亲，可是我是在她怀里长大的，在我的心里，她就跟我的亲生母亲是一样的。婷婷，你说现在要我们两个为了自己的幸福把他一个人扔下，说实话我真的做不到。那咱们就带他一起走。那我爸爸，我爸爸现在生死还不明呢，我一个人怎么走？那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到底怎么才行嘛？
我们再等等吧。一定会保佑你成功的，谢师叔夸奖。陆阿姨，那我先走了。西汉姑娘，那阿姨求你的事情，啊，我尽量吧。你一定要帮我啊！好。偷来的东西可不错，对，个顶个的都是上等货。眼镜蛇一直盯着他们，那么他们很快就会没命的。咱们不能袖手旁观，否则罗星泉来了，咱们更麻烦。好的。听听。那帮贼竟然偷东西去了！我们何时动手？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下手，栽赃雄鹰。好。没想到，雄鹰竟然连我们也一起监视起来。看来，他们是想和罗星泉联手。这次一定不能让他们得手。先请问问情况。不然去？摩托车动静太大，不怕掉脑袋，你就开车去。别，这脑袋要是掉了，想再安上可就难了。知道就好，打起十二分精神来。哎，我走。这，你不用多说了，这件事情我一定替你办好。
谢谢，谢谢，不用谢。还有什么事儿吗？这几天，这两个孩子还麻烦你帮我照看好。你要干什么去啊？我。我要去趟龙虎山。树欲静而风不止啊。请问两位是什么人，竟挡我们的道路？我们是阎王爷派来的索命判官，今天就是来取你们小命。全死了！真他妈是一群窝囊废，怎么能把自己的行踪给暴露了？哪还有不死的道理呀？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追！咱们得快去天师府，看看罗星泉在干什么，不能等。走。没想到罗星泉竟然来了。这个罗星泉肯定是看到了他的四个手下不利，才亲自出现的。事情有点棘手了。嗯？什么？罗星泉现在完全可以堂而皇之的打着为咱们大日本帝国的幌子，而私吞中国皇帝地宫里的宝藏。不错。更何况，中共地下党的那只雄鹰就在咱们附近，他们肯定要跟咱们抢索经。那个呀，快走。走。
生以后给我引爆。哎，你干嘛去？我上趟厕所。上厕所啊？这黑灯瞎火你去哪儿？你就在那儿尿呗。是我领导你还是你领导我呀？你领导我。我大便有点干燥，一时半会儿可能回不来。如果我回不来，你就到后山的黑林子里去见我，记住一定要引爆。回去吧。等你们很长时间了。拿下。我有一定之规，咱们现在哪儿也不去。哪儿也不去？就在这儿守株待兔。站住！看你往哪儿跑！等老子调虎离山之计成功了，我就给他一个顺水推舟。
锁金皇陵地宫宝藏，哼哼，他就姓罗了。什么人？我是谁你不要管，刚才是不是你小子？是又怎么样？追了，师叔，不能让他跑了。这小子是罗兴全的手下。什么？罗兴全？那就更不能追了。为什么？罗兴全来了几天，迟迟没有露面，这里边必有蹊跷。姓罗的为人阴险狡诈，这说不定还真是他耍的什么把戏呢。咱们快回去。好。大家都要千万小心，加强严查，保护好我们天师府的安全。是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精心设计的调会山之计，叫他们给破了。你笑什么？行权自作聪明啊，可是这里的道士没有上他的当。这么说，罗新权他不敢再来了？他来，他要是再来啊，就是飞蛾扑火，自取灭亡了。那咱们就可以回去睡觉了。这不失为一种明智的决定。拦截我心头大恨！我什么我？谁让你开的枪？啊！你毁了我的大计，你知道吗？这不怨我呀，不怨我呀！不怨你，怨谁？怨我吗？怨鬼！放你娘的狗臭屁！鬼还神呢？真的，局座，我真的碰见鬼了！我他妈的，局座，求你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我真的碰见鬼了。告诉我，你碰到什么鬼了？饿死鬼、烧死鬼啊？是雷汉。你说什么？雷汉？
罗星泉肯定不会停下手。你要小心。 好几次啊，我差点被眼镜蛇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知道你对我好，等打开黄陵地宫时，遭苍司令长官给你我寝宫的时候，我就让他做我们的证婚人。你说的千真万确，千真万确，我亲眼看见的。我正愁的没有儿呢，他竟然来了。你过来。 是，是傅。高高的山岗上。 烧光了我村庄，杀死我爹娘，把苍茫的大地不见炊烟升起，而扛起土烈枪，杀敌报家乡。向前冲，消灭那东洋豺狼，不怕他枪炮熊血染成红，男儿应。
心情无此生，报国心为江山。